IU 演唱会得知具荷拉死讯，一个月痛失两位好友，唱不下去，请帮我。上个月刚痛失好友雪莉的 IU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还在开演唱会。其实，在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，就已经收到这样的噩耗，但是她没有换衣服，再度现身舞台演唱。当时表示自己可能唱不下去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希望粉丝帮自己。其实歌曲演唱一半的时候，得知具荷拉真正死亡的消息， IU 硬生生的微笑表示唱不下去请帮我。其实曾经 IU 和具荷拉有一起主持节目，两个人之前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最后唱了 Dear Name 这首歌曲，而且表示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总之想要在这种情况下唱这首歌，如果唱得不好，希望所有人能够帮助他。其实韩国娱乐圈确实非常乱，而这首歌曲表示的是安慰跟和解，这首歌曲是在网上写的，所以自己努力的想要去让这首歌曲有更多人听，也希望粉丝都能够开心。